打，但是来看到他的三振次数有来到八次哦。年高三的年纪，从外角140公里，左边方向游击的管区，接到球之后传向一垒啊，没有问题。跟不上，这一球在左边方向的，那目前看起来的控球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对打者来讲是不太好去挥击啊。二军大里的指定打者，以上比较困难。哦，三球三振。这个球来考验一下游击手，扑下去再传一垒，感觉真就很干脆啊，是几乎没有办法上垒啊，这球。投手自己来接，但是这个高弹跳没有办法，游击手哇行，哦，这个球在中间方向落地了，反方向，这个球反手接到，三垒手传向一垒，适应一下投手的节奏，这个球不打。这个球哇，接杀出局再传，超出安打，至少先上垒。左边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啊，抓到第二个。左边方向，三垒手接到传一垒，